里基督徒长，基督徒长。那这些都是在我们信仰的表现范围内，表现范围内。那我们从坚强信仰，促使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品德和行事能力。那作为信徒来说，我们有了信仰的根本，但怎么样让我们的信仰变得更加强大？他都是很大的，他没有说把他想发展失业了。